过关。我们拿到一台机器，应该是就是这边枪，枪这边这个是没有的，这个这一部分是没连的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这个最后再连。我们先把主体给它弄好，就是先把这些这个东西稍微带出来，盘到这里就拿出来，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可以一边在这里总电源接电，然后这个是氩气接好。这氩气的话，这气流量一般调到10到15就够了。然后还有一个是这里水冷机，这个口子加水，水的话这边有一个那个标识，加到绿的标准区就好了。这是前面的准备工作。